大家好，我们是604阿全使者。我们今天要先用一部短剧来宣导爬墙的危险。由于最近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在我们学校的围墙爬墙，所以我们想要宣导一下这个事情。哎，兄弟，我们去打篮球。好啊，但我不想走正门哎。哎，他不想走正门，你要走哪里？那是爬后门呐。爬后门，这太危险了吧？不会。哎呀，你想想看，这里哦，有什么人都有？不是有一些人都是摔伤，是因为他从爬墙上掉下来吗？我不相信你呢，我不相信。好吧，好吧，来。请你看，走，兄弟，我们去打球。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有感到了吗？我还是不相信，你能再给我一个更确实的理由吗？好吧，你要更确实的理由是不是？请看。看到了吗？真的，这真的是太危险了。哎呀，对吧？请大家观看我们用心制作的爬墙宣导影片哦。爬墙是不对的行为哦。爬墙宣导经过请留意。这是我们在当天宣传单的情形。在各个校门当街，就为了各位来。他一直想躺医生床，你想这样吗？武当爬墙了。